家好，冷饭上桌咯。最早在2002年3月于 NGC 推出的《恶灵古堡零》终于跨平台推出咯。整整吃了13年了，孩子都快小学毕业了呢。这次 Capcom 特别邀请制作人竹中司来台为媒体们重温洋管事件的起源，活用了《恶灵古堡》初代 HD Remaster 的技术与经验，提升了游戏画面、场景环境与威斯卡模式等要素，并在现场展示了特有操作与特殊服装等第一手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《恶灵古堡零 HD Remaster》将与《恶灵古堡 HD Remaster》合并推出同捆组合包，让系列恐怖的原点在现今次世代的主机上复活。游戏与同捆组合预计于2016年1月21号上市，因主机怨念没玩过的玩家们有机会在次世代版本体验咯。